老公，哎，来吃饭了。哎呀，有板面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酸辣粉，你选哪个？我肯定是酸辣粉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呦，看酸辣粉里有鸡蛋。嗯，这边酸辣粉好，没有板面多，我怕吃不饱啊，吃不饱。都不可以换。哇！可它还有鸡蛋呢。哎，跟刘一峰吃吧。老公，吃饭了。嗯。哎，酸辣粉。来，你也吃根肠。哦。嗯，这酸辣粉太好吃了。嗯，我最爱吃这宽粉。好，我倒杯水。你就自己去呗。我们吃饭着急用。真是。这边让我们电视剧没看完，我去追剧了啊！哎，不是要喝水吗？又着急走。老公，吃饭了。嗯。哎呀，今天好好吃饭了。嗯，老公，我给你泡了你最爱吃的酸辣粉，吃吧。你这待会包呢？哎哎哎，鸡蛋，就想藏鸡蛋吃。哎呀，还好我机智。哟，好，嗯。老公，来给你的。嗯，吃一个吧。肯定有问题。可好吃了。想吃就吃呗，嗯，吃了吧，太好吃了。嗯，老公吃饭了，来了来了，看。
看我今天给你做的都是好吃的。哎、螺蛳粉儿、嗯、配炸蛋太好了，想要。嗯。嗯。哎。嗯，好喝。嗯，味儿太重了。太辣了。嗯，你说。嗯。老公，老公，吃饭啦！来了。哎呀，你吃哪个饺子？饺子呀，我吃大的呗，小的能吃饱吗？行。这点肉都没有。哎呦。素馅的咋吃？嗯，这好吃啊，狗肉。吃呢，吃吧。嗯嗯嗯嗯嗯。